今天呢，我们准备做一个小测试，我们准备了10种不同的食材，然后呢，每一种食材跟狗粮 PK， 看看 Leo 呢是吃狗粮还是吃那种食材。那现在 Leo 在吃的狗粮呢是这个 Royal Canin， 其实这个狗粮呢 Leo 还蛮爱吃的，是不是？嗯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Moments later. Leo, 好吃吗？